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对医师好辣的这个节目的支持啊！当初这个节目开播呢，无非是想改善我们医病关系的啊，没想到路会走这么远哈！我相信呢，这个医疗后来发现是无远佛界，也谢谢曾经参与过我们节目的所有医师同仁啊，有将近500个医师，各科个别都有啊，而且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医疗呢在全世界闻名，经过这个节目呢，更相信台湾的医疗专业。所以很多人呢，赶着飞机回来都要看我们台湾的医疗，看台湾的医师，而且我们的医师呢，无私的奉献，非常感动。各科个别呢，都拿出他专业的角度呢，精辟的分析，让我们这个医师呢，可以达到他最大的功能。同时，我们的医师呢，当然也是无私的奉献，获得了回馈了啊。他们从没有结婚，一直到现在有3个小孩的，啊。甚至于这个还有很多医师呢，现在从这个本来是主任啊，或者是只是一个住院医师，现在升到可能副院长的啦，也是当这个医院的这个执行总院长的都有，所以对他们来讲也帮助是非常大的，这是互相。我希望呢医病关系能够改善，同时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呈现了很多面啊，当然不仅是光医疗，我相信医疗不是1000几能做得完的，它是一个无远佛界。医疗呢是越走会越远，因为将来很多哪些新的医疗技术不知道，将来有哪些文明病大家也都不知道，大家要长命百岁已经不是很稀奇的事情，要活的品质要更好，这个节目是照顾大家的健康，所以未来的路我们继续努力，秉承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跟爱护，我们将会更精辟的做一些更精密的一些医疗知识跟专业，同时在我们今天录制的1000集当中，我们也会聊聊医师到底他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有哪些国外的病人是因为他们而回来，而且呢改善了他们的病情，这想好的方面我们继续努力挺进，希望真的能达到大家医病和谐。最后再次谢谢东森电视台32频道综合台这么支持我们做这个节目，献上无比的感谢，也要更谢谢各大厂商对我们节目的肯定，让医师也接了很多代言，表示他们是相信他们的专业，也由于这样我的代言就变少了，但是我们甘之如饴，因为我们换来的健康更是无价，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也欢迎各大医师专业能够投入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医师好辣，谢谢大家，谢谢。那在这边也要送瓜哥一个礼物，就是一个3倍券的礼物，三倍券，哎呦！希望呢，我们可以用1000集换来3000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你要知道做1000集要5年的时间呐，真的做节目久还要能活得够久。没错，我们会陪伴你15年。但是我最后要感谢，深深感谢的是我们的制作团队，我们希望制作团队能不能出来跟大家见面了？欢迎欢迎！来，丽俊，毛哥，杜哥，丽俊。来了！这些幕后工作人员才是最辛苦的，日以继夜。来，有啦，今天大家有谁抖一下？他们每天要想问题、找医师求解答，他们也是半个医师的啊。而且这个丽君制作人从没有小孩，到现在有小孩了，有他的。那所以这个节目呢，可喜可贺啊。他带出去穿了，他问，而且阿叔在他怀孕的时候，他是全权代理的，现在换他怀孕了啊？没有啦，人家没有，没有怀孕，不好意思，我以为有怀孕，是，那这是我们的老板啊，杜哥啊，是，谢谢大家支持，辛苦你们了，谢谢所有医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记得订阅医师好辣 YouTube 频道，还有按下铃铛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